山海渺渺翠波飘荡。观众朋友，你哋好，欢迎收睇阿湘讲戏节目。咁咧，粤剧咧个唱腔咧亦都系好丰富嘅。咁有帮往啦，有小曲啦。帮往咧系包含咗啲乜嘢呢？包含咧，啱先我唱嘅二往啦，咁佢仲有咧中板啦，咁啊中板都分嘅喎，啊反線中板啦，正線中板啦，啊咁啊又有好多二往啊有好多啦，有反線二往啊，有的珠二往啊咁樣等等，係有快二往啊咁，啊仲有咧就係南音啦，啊滾花啦等等，咁咧每一個牌子啊，每一個幫往啊都有佢自己嘅動聽之處嘅。咁假如咧，你多啲咧黐住我哋嘅節目咧，就會學到好多粵劇嘅知識噶嘞噃。好啦，講咗咁多，睇下呢一期有乜嘢精彩嘅內容咧。嗱，咁我哋粵劇咧有好多劇團嘅，譬如咧有廣東粵劇院啦，咁有廣州粵劇院啦，有佛山粵劇院啦，咁啊有湛江粵劇團啦、肇慶粵劇團啦等等，好多專業嘅團體。咁啊，專業嘅團體咧，亦都係培養出唔少嘅粵劇嘅名演員喎。咁啊，嗱，譬如咧鄭麗品咧，佢係廣東粵劇嘅著名嘅青年演員啦。咁啊，最近咧佢演咗好多戲，啊，觀眾都覺得佢係非常之精彩啦。咁啊，進步咧亦都係好大嘅。咁呢一期嘅老官有約咧，就請嚟鄭麗品同埋佢一個好有名嘅細佬喎。佢細佬係鄭源，係一位咧係非常之有名嘅一個歌星嚟嘅噃。好，我哋聽下佢哋嘅故事啊。嗱，咁啊，廣州市粵劇院咧，咁啊，即係對呢個青年演員咧，就係培養咧就不遺餘力嘅。咁啊，佢哋有個孵化計劃喎，咁咧就經常咧就係等青年演員咧就擔綱啦，咁啊令到青年演員咧就多啲咧登台同埋實踐嘅機會嘅，咁亦都係可以發掘咁佢哋嘅才能啦。咁今日請嚟咧鄭麗品嚟到同我哋講下咧，佢最近喺廣州市粵劇團嘅排戲嘅情況，同埋佢發展情況嘅。阿品你好，湘姐你好，好開心又見到你啦。係啊係啊，咁啊師妹又越嚟越靚啦。你都係啫，又瘦咗又靚咗。係啦，咁咧就最緊要咧，我哋咧就係即係演戲咧，就係多啲上舞台，係咪咧？嗯。啊，咁你最近都即係好多演出機會喎。係啊，喺嚟咗紅豆粵劇團呢幾年咧，就排咗好多個戲啦，就不斷喺舞台上實踐多咗，跟住自己嘅喺藝術上都日趨成熟咗啦。嗯，係啊，係啊。咁啊，紅豆粵劇團咧，我覺得你嚟咗幾年啦。三年啦。三年咧就係即係個實踐機會係多咗好多。係啊，係啊。啊，咁啊嗱，我啊睇過你嗰個《王子與蛇仙》啦。啊！王子蛇仙嗰陣時咧，你都好辛苦嘅呢個戲，又文又武。王子與蛇仙係我去紅豆粵劇團嘅第一個長劇。嗯嗯。係啊，嗰個戲因為佢有文有武嘛，真係好辛苦。之後排完嗰個戲之後，就排咗幾個都係文戲為主，所以覺得就輕鬆好多，就自己就會喺唱功方面啊咁樣就不斷提高咯。係啦，係啦，即係武打戲咧，就係要講下嗰個練功啦，係啊，動作性強啲啦，咁樣文戲就要講唱啦。係，咁我記得咧就係你亦都好珍惜機會咯。咁啊，《王子與蛇仙》嗰陣時咧，你就練功，你有跪步啊，同埋有啲跪啊，有啲托舉動作嘅。咁你嗰陣時練到個膝頭好似流曬血噶噃。都有咁嘅情況，全部都瘀曬啦，因為而家都有啲癮啊咁。因為當時咧呢個戲。因為佢喺舞台上，即係對於人物個呈現咧，需要係真係要花好大個功夫。所以嗰陣時自己，因為本身我都之前都講過啦，因為係練過啲武功之後咧，就好少喺舞台上再用，所以咧都係有啲生疏。通過嗰個戲之後咧，自己係不斷咁將勤補拙啦，就無論喺武功方面啊，就即係日日都喺排練場嗰度練咯。所以而家有時講翻，即係排咗文排咗個戲之後，再排翻文戲咧，相對嚟講就會冇咁勤力喺排練場嗰度練功。嗯，即係呢樣嘢都會俾領導講啊，俾師傅佢哋講。唔係㗎，你話我默默練功㗎，因為咧唱功都係練功啊嘛，咁佢唱功就唔需要去排練場嘅。
就即係我哋可以喺屋企啊，或者喺一個角落啊咁樣喺度大聲。係。咁即係因為你文戲嘛，文戲咧最緊要唱得好啦，念白啦。係咯，因為王子蛇仙咧，佢係即係動作性嘅嘢強啊嘛，就唯有係一定要落到毯嗰度去練咯。但係即係嗰啲文戲嗰啲戲咧，就翻屋企都可以對住塊鏡去練。呢啲就係文戲同武戲嘅區別咯。嗯，係咯係咯，咁啊幾好啦。嗱，咁啊除咗呢個王子與蛇仙咧，咁啊嚟到咧就係觀眾咧將個眼球咧就係注視到鄭麗品啦咁樣。咁啊之後咧就係排文戲係乜嘢戲啊？接住落嚟排咗《無所東宮》啦，仲有《金陵殘夢》，《馮國恩仇未了情》。仲有一個就是歐海明師傅的一把傳宗劍。嗯嗯，這些戲呢我們都是在江南戲院和南方戲院那裡都演出了很多場，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啦。還有在澳門香港還有包括我們春節的時候下去下鄉的地方都有演出過，都是收到很不錯的效果啦。我想問啦，你排咗咁多戲啦，咁你最中意係邊個戲咧？各個戲嘅風格其實唔同嘅，因為佢各個人物都唔一樣啊嘛。一把傳宗劍佢就青衣。佢係咯，從花旦到青衣之間咁樣樣，但係其實雖然係包大頭，不過佢都係一種係以花旦嘅表現程式嚟表現佢啊嘛。所以各個人物唔同。不過咧，相對嚟講，就係《金陵殘夢》呢個戲係排得比較細嘅一個戲咯。即係除咗《王子與蛇仙》陳小梅導演排得細之後嘅戲，因為《無所東宮》都係睇錄像啦，睇翻阿琴姐個版本啦。咁《馮國恩仇未了情》又係睇錄像排啦，咁樣就係叫翻團嘅主要演員嚟跟啊咁樣。《金陵殘夢》就另外我哋啱好係嚟咗張紅導演，咁佢咧就重新幫我哋係調配咗啲調度啊。但係最主要嘅咧，都係喺人物個表演啊上嗰度落咗好大功夫，即係喺我哋身上係落咗好多心機。所以嗰場戲係張導演咧，張紅導演係執得好細，無論每一個眼神、每一下兩個人嗰個交流都執得好細。所以通過嗰個戲嘅排練之後咧，我覺得即係自己喺表演上包括係眼神啊兩個人之間嗰種戲就慢慢即係進步咗好多。即係自己喺嗰個內心嘅表演裏邊又提高咗啦。咁係啊，即係每一個戲咧，其實佢都會有難度。咁咧當你咧衝破呢個難度嘅時候，其實你自己就學到嘢同埋進步咗啦。係啊。所以通過每一個戲嘅積累，即係積累不斷咁積累之後咧，就自己係有時自己都唔覺得自己會進步咗，係通過旁人睇，哇乜好似突然間眼前一亮咁，即係又通過呢個戲。又好似又進咗一步啊，跨咗一大步啊，咁即係可能呢啲就係導演嘅功力啊，同埋我哋自己本身所付出嘅勤奮咯。冇錯啦，咁啊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啊嘛。咁啊嗱，譬如咧就講翻嗰個一把傳宗劍啦。咁啊，其實我係未見過你包大頭嘅。咁啊，對於你嚟講都係有難度嘅一個戲咯。係咯，因為呢個戲咧，除咗歐海明師傅佢係。演佢個係作為一個樣板之外咧，咁其實女嘅花旦咧，都個個都演得係非常之好。即作為我咁嘅形象，好似我第一場首演咧就喺澳門演出，同阿陳振剛喺澳門嗰度演出。咁咧當時佢澳門電視台嗰度都即嗰個大舞台電視嗰個欄目嚇錄像同埋採訪咗我哋。
咁佢都話當時睇完之後就話覺得觀眾係俾我哋打咗90分嘅嗰種，即係無論喺舞台上嘅形象配合啊，同埋個表演啊，係俾我哋打咗90分以上嘅咁高分嘅，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嗰晚嘅演出都係發揮得唔錯嘅，同埋除咗去模仿同埋吸收佢哋之前嘅大老官啊，佢哋前輩嘅演出之外，我哋就會仲結合咗自己所特有嗰種即係點講青春靚麗嗰一面咧，去表現係啦，表現出嚟咯，即係兩者結合。即係俾人會感覺到，哎呀，原來咁嘅組合又係咁好睇喎，咁。係啦，係啦，哦，咁你哋因為係一個青春嘅一個新嘅形象啦，嗯，啊，咁啊講翻咧，咁啊，因為我咧就幾八卦嘅嚇，咁我就好想知道咧，你同阿歐海明咧結呢個師徒緣，係你點解咩原因係要拜佢為師嘅咧？係乜嘢？因為去咗紅豆劇團之後咧。就真係喺佢身上係學到好多嘢，咁佢喺團嗰度即係所有都同我哋嗰種無凡嘅嘢係令到，無論佢喺藝術上啊同埋做人方面咧，都係令我好敬佩啦。所以覺得喺紅豆劇團，如果能夠即係話潛移默化咁去受佢嘅影響，同埋受佢嘅栽培嘅話，就會相信自己喺藝術上會更加之快進步咯。即係自己係咁諗，因為團每一日嘅演出都有佢喺度睇住我哋，咁佢會跟得好細，每一下都會話我哋，會提點我哋，咁即係有師傅去話自己，咁樣就會進步得會更加快啦。咁當時係你自己提出啦，定係你即係感動咗佢啊？佢都有啦，都有啦，係啦，都啊呢兩方面都有啦，同埋都係張紅導演又係佢嘅師妹啦，即係佢哋喺北京。中國戲曲學院嗰度嘅係讀書嘅同學，係啊，即係又通過佢嘅推波助瀾啦，係啊係啊。咁你有冇擺師宴啊嗰啲嘅？都冇，因為佢好，因為佢好低調，我哋都係斟咗杯茶咁樣咯，嚇。你咧就係、是、其實你一直以嚟都係咁樣樣，你冇點樣變啦嚇。咁你係陽光啊，陽光嘅陽光人，係陽光妹，咁啊好多水產食啊，海鮮好多啊。幾時有機會可以去？因為我都呢一兩年都會翻陽光度演出，係咯今年春班即係講12年嘅春班，同埋11年嘅春節。都有翻去演出咗差唔多10場嘅咁多嚇，咁即係你都係陽光嘅名人嚟噶咯，如果你翻到去，因為之前咧其實喺陽光，可能佢對粵劇呢一範咧就唔係太推崇啦，所以係通過我翻去演出呢幾次之後咧，就真係哇！原來佢哋話原來粵劇真係可以咁高水平咁好睇噶，之後佢哋即係嗰啲群眾，因為佢哋之前咧係睇啲比較細型嘅晚會啊，或者係就算係可能都係睇其他啲劇團啊，咁即係咯，其實特別喺我本身就係屬於陽光人啊嘛，本土嘅生長，係即係特別親切啲咯會。翻到去，所以覺得哦，自己陽光人喎，翻嚟演出喎，咁啊親切感係特別強啲嘅，所以又就即係嚇佢哋係好中意睇咯，同埋翻去睇喺嗰種場面係好感動我咯，同埋覺得哇，原來可以翻嚟為自己嘅父老鄉親演出，同埋佢哋咁中意咁喜愛自己。即其實係一種對我好大鼓勵咯，我覺得。咁你又多啲翻去為啲父老鄉親回報一下，每一個階段啦嚇。係啦。我最近又排咗幾個新戲啦，咁你又捧場啦咁樣嚇。
咁希望不斷有呢啲咁嘅機會啦，因為之前係得到咗好多當地政府領導啊啲支持，同埋嗰啲好多嘅朋友嘅支持啊，先可以去翻去有機會獻演俾鄉親父老啊嘛。冇錯。嗱，咁啊講翻咧，你咧就係我曾經咧就即係採訪過你啦，咁啊講咧就你係大家姐嚟嘅，係。咁啊對落咧又有細佬嘅。幾姊妹啊？四姊妹，係啊，我係最大嘅。我最大，跟住一個妹，跟住兩個細佬。咁你有個細佬咧就好有名㗎，阿鄭源啊。咁佢就話好犀利啊！佢啊即係嗰個粉絲團啊好勁啦。咁即係佢唱歌咧就係唱到即係好多人都識佢。係啊，係啊。咁啊，我知道咧，你第三個細佬啊，亦都係簽咗唱片公司㗎。係啊，叫鄭東。鄭東係啊係，佢都同阿鄭源係喺同一個公司。咁而家都有唱歌嘅。有，佢都出咗新專輯。出咗新專輯嘅。係。咁樣。咁你哋有冇試過？幾姊妹一齊上下台啊咁？就試過同阿鄭源同台演出過，咁其他嗰兩個就未。係啦，咁我哋又知道咧，係有一年。在羅江一個很大型的演唱會上面，你就跟弟弟一起就唱那個《寒江雪》，粵語版的《寒江雪》，粵語版，即是裡面有一段粵曲，是因為他本身他的首曲他是寫是他流行歌結合京劇 的 唱法來的。當時鄭源就話：，你翻嚟我哋廣東演出，點解唔將京劇嗰部分改成粵劇，可以同家姐演出咧？咁樣，咁當時佢呢個想法嘅話講出嚟，我哋大家都覺得真係好唔錯喎。咁之後就將佢粵劇即係京劇嗰一 part 嘅唱詞，就改成粵劇嘅唱詞。細佬俾我識啊！呢個係我最細嘅細佬鄭源。鄭源，我知道啊，其實我知嘅，我專登問嘅啫，因為咧佢係好紅，非常之紅。咁你就算喺新浪微博嗰度啊，你個 fans 都150多萬喎，好勁喎。你哋雙姐都好關注你啲微博。係啊係啊，因為咧我對佢咧就好感興趣啦。你哋兩個咧就合作咗一首《寒江雪》嘅。係啦係啦。咁嗰陣時係因為我響北京戲曲學院講課嗰陣時咧，咁就同一個老師咁就產生咗呢個念頭，佢又搞一個叫做京劇嘅改革，叫新京劇嘅改革。咁後屘我哋中國戲曲學院嘅戲曲學院戲曲協會嘅嗰個會長，就同我講，我哋院長同我講，咁有咩辦法可以令到而家啲後生仔可以接受我們的戲曲呢？我就想了一下，不如這樣，我就以流行的音樂和你們京劇相結合，我就做了這首《寒江雪》，做一個是京劇版和流行結合的。之後呢，我又回到我的故鄉廣東，我覺得我們地方的粵劇一樣同京劇一樣，都是需要我哋後生一輩的支持，所以我覺得任何嘢都要創新。啊，冇錯，任何嘢要創新，改革先有生命力。咁我覺得你要將呢、這個將呢而家呢個，因為而家呢個時代係佢係好浮躁嗰個時代，佢係嗰啲人咧係佢聽，因為粵曲又好，或者係京劇又好，咁佢其實佢嘅拍子對於一個音樂界藝術嘅。嚟講，佢係一種好慢嘅節奏為主。咁而家咁浮躁嘅年代，嗰啲人如果聽到你拉腔啊，或者靜得心落嚟聽，佢唔會靜落嚟聽。所以你只能夠係攞用流行音樂嘅節奏型，攞而家流行音樂節奏型去套翻呢個戲曲嘅旋律，粵曲旋律啱好我寫呢首《寒江雪》嘅旋律嘅時候咧，又啱好套得到係粵曲嘅風格，所以我就前面那段都是國語版的流行曲，又再加了一段我家姐的一位朋友幫我寫了一段那個粵曲的詞，粵曲的詞，所以就有了我上次在廣州演唱會的那個
音樂會，一個我同佢一個現場嘅演出，演出係我知道。咁嗰陣時咧，就係因為其實係我哋電視台錄像嘅，喺羅光嗰度啊嘛，一個大嘅演唱會。嗰次又一次啦。嗰次係第二次。第二次。嗰次係廣東流行音樂35周年。係啊。咁通過流行協會請咗我翻嚟，咁我就同佢唱咗一次。睇阿雙講戲，品戲曲人生。即是我是研究男音，研究男音樂和戲曲之間的人，我覺得就是說，其實80年代、70年代的羅文，他其實他就是一種粵曲的改革，好像尹光啊、羅文這些，他其實就是一種粵曲的改革。即是我是研究男音，研究男音樂和戲曲之間的人，我覺得就是說，其實80年代、70年代的羅文，他其實他就是一種粵曲的改革，好像尹光啊、羅文這些，他其實就是一種粵曲的改革，不是粵劇，只能夠叫歌、粵歌或者粵曲、曲藝，可能叫曲藝，他其實就是一種改革了。小李飛刀啊，或者是咩紅面聖方嗰啲嚟啦，攞粵曲嘅唱法，冇錯啦，去唱流行歌。咁其實咁樣亦都係一種改革，亦都係成個華語樂壇或者廣東嘅觀眾，佢已經接受咗呢樣嘢。但係咁你一放到專業性嘅戲劇入邊、長劇入邊，佢就覺得老觀或者係傳統的藝術家，他就會覺得，因為他曲和戲是兩回事，明白，那他就會自然覺得，哦，那個是歌來的，我們是要搞粵劇，即是他會抗拒，是會抗，即是有一種對抗，就是好像中西醫又抗拒了，那抗拒一下抗拒一下，雞這個這個時代的變化，到了90年代了，那你這種唱粵曲的唱法，或者是這種顧家輝先生和黃沾先生寫的，或者這種羅文先生唱的這種歌是好聽，是粵曲的一種改良或者一種時代的進步，他到了九十年代又變了，他變了，因為流行音樂一路他都是源於歐美和日韓啊，這樣一種音樂流行入來，媒體這樣去宣傳的時候就又沒有了，沒了之後呢就變了就入連這種創新的機會都少埋啦。明白。嗱，咁咧，你係我哋中國最年輕嘅一個戲曲學院嘅教授，係咪啊？個27歲，你嗰陣時係？係啊，我27歲係去北京戲曲學院嘅院長邀請去授課去合作。咁當時佢係睇中你乜嘢咧？當時是我自己寫了即是我平時早幾年呢，因為這幾年好少出來，我自己寫了一些關於音樂的、關於藝術的論文，我就大家即是他的即是大家戲曲學院很多朋友，中國戲曲學院的院長的仔趙院長的仔，大家很多大家都是好朋友，北京戲曲學院的領導大家都很熟，他就看了我寫的那些東西，覺得哇，即是你寫的不錯喎，咁再通過我寫了《寒江雪》之後，佢覺得其實我哋戲曲就應該咁樣講。其實佢當時好多嗰啲北京啲老一輩嗰啲藝術家或者係領導，佢都好中意聽京劇，但係佢始終係有啲人佢會創新，有啲人佢會創新，咁佢先創新嗰啲咧就創新得唔係好理想。後屘經過我嘅《寒江雪》，同埋李玉剛，即係我個好朋友一首叫做《新貴妃醉酒》，咁我呢兩首歌出嚟之後，咁就有一個佢哋有一個概念啦。咁一個係比較現代嗰、那個因為《新貴妃醉酒》佢係參照個《長恨歌》嘅歌詞，咁我個《長恨歌》是完全我自己靠自己諗嘅，我係冇參照任何嘅歌詞咁嘅。咁《寫《長恨歌》時，佢哋覺得哦，領導聽了之後，同埋嗰個所有嘅專家，佢聽過之後覺得呢首歌係好聽嘅，咁應該去咁樣去
做傳承呢樣嘢咯，諗嘢即係同正常人唔一樣，即係有啲神經質咁。啊，咁你眼中你覺得你家姐點樣咧？哦，我家姐就係咁樣，我細嗰陣時，其實我咧點樣入呢個音樂行咧，其實就都係受佢影響，受屋企人同埋家姐嘅影響。最早嘅時候，我爺爺咁佢哋係業餘嘅戲曲。即粵劇，粵曲愛好者，好中意細個就跟住佢哋睇戲嘛。咁佢就我四歲，佢就教我唱《柳毅傳書》，係啊。咁然後再我爹哋咁就我五六歲就教我拉高胡噶啦。嗯。就咁樣一路咁到咗我懂事噶，咁我哋四姊妹，咁佢最大，咁佢就會中意跳舞啊。咁佢就受咗佢哋嘅昏迷，咁我就自然咁樣去中意咗藝術。中意音樂呢行，後屘咧就我都考過嗰個粵劇學校嘅，係啊，咁當時咧係考上咗嘅，但後屘咧我就冇讀，唔去做，係就去咗星海後屘，咁後屘我就覺得就可能自己個人愛好啩，咁就當時好多嗰啲流行音樂咁樣，咁自己就中意流行音樂，咁就去學咗流行音樂。所以佢對我哋戲曲呢一範咧都會好有悟性啊，即係佢個睇法都會比較到位，我覺得。嗯，係啊，咁啊嗱，即係你已經係其實都好行內人㗎啦，嗬！我聽你講，況且你係戲曲學院嘅教授，咁你對於我哋粵劇，你有啲咩睇法？粵劇我睇法咁咯，我覺得都係要推廣，都係要推廣咯。從點樣推廣？從一個教育，從應該從小學開始普及，然後你呢個教育之後咧，即係我都係嗰句，我講過都講過，即係而家啲老人家佢覺得我哋後生仔而家唱呢啲愛情歌曲又好，或者流行歌曲又好，特別係周杰倫嘅，即係佢話唔知佢唱乜，咁我覺得係咁嘅，佢哋嘅觀點係錯嘅。咁而家啲細路仔咧又覺得呢啲京劇或者粵劇啊，佢哋咿咿我喺度拉，即係我哋講拉腔啦嚇，唱啊，咁佢哋覺得係魔字，即係北方人所講魔字，即係好暗沉啊，好暗沉，即係佢哋摸摸滋滋嗰種。咁我就喺度倡議咯，倡議喺度呼籲，咁老一代嘅藝術家，凡係藝術，佢能夠凡係好聽嘅音樂。好聽的藝術，咁一藝術的至高境界應該都是音樂嘅，我覺得。咁好聽的音樂，佢係有佢嘅道理存在，特別是紅出嚟嘅嘢，一定是有佢嘅存在嘅道理。即紅嘅理由。咁我覺得老嘅一輩藝術家應該去睇去聽翻而家呢啲流行歌，咁佢點解會成功呢？你或者你。即係好簡單，即係我哋廣東香港嘅有啲早期嘅音樂，佢係我哋叫冧歌嘛。咁佢聽咗之後，你情侶之間單馬姐或者係情侶之間，你自不然就會攬住一齊噶啦。佢咁樣就係佢嘅一種情音樂嘅魅力，音樂嘅魅力喺度啦，係嘛？咁可能你聽一首粵劇，佢未必佢會兩個人會攬埋一齊。呢種就係流行音樂嘅魅力。咁老一代嘅藝術家，佢應該去攞呢種思維去。接受新的嘢，其實咧，我哋紅線女老師咧都好接受新的嘢。嗱，譬如咧，佢有鋼琴伴奏《超軍出賽》啦，嚇，咁啊，況且咧，佢嘅《白燕迎春》啦，同埋咧，即係最近嘅《迎長上的婚禮》啦，咁其實都好有好多新嘅元素。我哋都不斷咁樣喺度創緊新。係咯。其實而家即係粵曲，即係佢有好多曲啊，佢都係攞咗流行歌。去套入，即係唱作出嚟咯，係啦。頭先我未講完嘅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講就都由到細路仔咧，由到而家啲年輕人，咁年輕人咁，我覺得就係話，即係好似我而家去唱，以前去唱卡拉 OK 或者係去唱歌，我覺得唱流行歌就會覺得好過癮。咁而家唱得太多咗之後，咁我就發覺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我係唱京劇同埋唱粵劇，我先覺得即係喺度拉腔或者。即係喺度，佢嘅藝術含量係高啲嘅，嚇當然佢係兩回事，流行歌同埋粵劇佢係兩回事，唔能夠混為一談。但係
粵劇佢嘅拉腔或者係佢嘅所有嘅表達嘅嘢，佢會俾人嘅感覺係我唱得會好過癮。嗯，即係好似而家好多發燒友咁，即係慢慢請翻樂隊喺度玩，即係佢係有佢嘅道理存在。咁而家後生仔咧，佢就可能佢會想象唔到。如果俾佢識唱咗之後，我敢肯定一樣嘢就係話，一定佢會覺得唱粵曲係比唱流行歌要過癮嘅。如果唱嘅時候，咁、啊、聽嘅時候咧，咁就另外一碼事啦。咁、唱嘅時候，一定如果有辦法，政府扶持又好，或者係你哋戲曲行業嘅推廣又好，將呢啲粵劇點樣去將啲所有嘅年輕人將佢接受咗呢樣嘢之後咧，等佢唱翻之後咧，佢就覺得佢會覺得好過癮噶啦。即係引佢哋入嚟聽先。係啦。啊，等佢即係慢慢接受。嗯。哦、啊，咁啊接受咗咧係㗎。你講得啱啊，好似吸咗粉咁樣。係啦。哦、啊，好似食咗白粉咁，啲人啊晚晚都要唱《獅火局》㗎。係啦係啦。因為咧，其實佢戲曲咧，佢係有一種魅力嘅。係。特別佢嘅唱腔悲歡離合，即係令到你咧可以抒發好多情感。係係。啊，咁你講翻你家姐咧，咁如果即係我好想佢再紅啲啦，佢而家都好有知名度。咁如果作為你係佢經理人，你點樣包裝佢？即係點樣可以作為佢點樣將？即係因為啱先阿雙姐講到個問題，佢就話既然啲細佬即係咁高嘅知名度，係咯係咯，唱流行歌，咁點解你唔由佢唱下流行歌？即係再將流行歌之後再翻粵劇嘅舞台，即係將兩者結合。係啦，可以擁有流行歌嘅 fans， 咁又有粵劇嘅 fans， 咁咪互相帶動咁。係咯，嗰種推動力會唔會更加強咧？咁講法係啱嘅，第一。我不是經理人，我都是個音樂人。假如你是一個經理人，你會怎樣去包裝我？假如我是一個經理人，我會覺得不用說要他唱流行歌，因為我覺得流行歌和粵劇真是兩回事。你現在美聲和民族和粵劇都是一樣，都是我們叫做傳統音樂，傳統音樂。那現在如果你唱得不倫不類的話，那你不如不要唱。如果我對他的了解的話，他現在去唱流行歌，雖然現在錄音很發達，可以一句一句地錄。如果你是真的，那種味道，你真的唱到流行歌，那就可以用你這個方法。但是我很直的，我講的。明白，明白。他唱流行歌，可能一句一句跟他錄。都錄不出那個味道，狼哥的味道，因為他的粵劇方法太根深蒂固了。是的，那就沒辦法了，所以只能夠是說，如果我在我的能力範圍能夠幫到現在的即戲劇的人出名度，只有一個辦法，就是 以這種方式，即攞狼哥和粵劇去結合，即是好像韓光雪之類的歌。如果我現在全中國我的歌迷都知道有他吊人啦，都知道有粵劇啦，有京劇同我合唱京劇嗰位演員個人啦，係先？咁呢個知名度就起咗身啦。咁大家再大嘅知名度就要靠更多嘅好嘅作品，同埋都係要靠媒體嘅宣傳呢個最重要。係媒體係啦，咁啊啱先你講咗啦，咁啊即係等你青年人咧就即係接觸粵劇先，聽粵劇先，咁啊即係希望咧你就亦都係幫下家姐幫下粵劇啦，就將你啲 fans 首先咧就叫佢哋支持粵劇先，係咁就會多咗好多千千萬萬嘅年青觀眾。係啦，咁啊你遲啲咧係深圳有演唱會，係因為我早幾年因為身體問題啊嘛，咁我2005年就出咗我嘅專輯叫《一萬個理由》啦，咁一路到依家都每年出一張專輯，咁中間有3年係病咗嘅，咁我就覺得就好多歌，但係而家一路都全國包括全球華人都好多歌迷咁一路咁支持緊我，咁我就今年嘅10月12號就搞咗一個我真真正正嘅個人亞洲巡迴演唱會，咁就一共咁就而家嘅10月12號喺北京工體首場，咁第二場會喺廣東嘅，喺廣東深圳灣體育館，係11月16號。11月16號到時家姐有冇參加？有嘅。有啊，可以好啊，咁啊希望咧就到時咧嗱，你啲 fans 咧亦都係支持佢啦，咁啊希望咧粵劇嗰啲 fans 又支持你啦，好唔好啊？好，多謝。啊，好啦，咁啊，啊，多謝開心，好。睇阿雙講戲，品戲曲人生。
粵劇的服裝咧有好多種，譬如我呢件咧就叫做披風，披風咧就一般咧就係青衣著嘅。咁青衣咧啊著起件披風嘅時候咧，就因為咧青衣係已婚嘅婦人啦，咁所以咧要端莊、要大方、要淡定，一舉手一投足都唔可以咧太快嘅。咁仲有咧，譬如花旦咧，佢會著小褲裝啦、西湖裝啦。咁佢會輕快啲，咁小蛋咧就更加係活潑可愛啦。咁男嘅都一樣，男嘅咧佢誒著起海青有唔同嘅動作，著起網亦都係有唔同嘅台步嘅噃。不如咁啦，我哋請周公瑾老師同我哋講下著網嘅台步係點樣嘅咧。觀眾，我哋呢一期咧介紹咗老生嘅基礎台步。分別咧由呢個周展宗同埋李佩倫咧就示範咗著網同埋著海青嘅基礎台步。咁呢一期嘅節目咧，我哋就介紹到呢度。下一期我哋繼續介紹呢個老生嘅基本台步。觀眾朋友，多謝大家，再見。睇阿湘讲戏，品戏曲人生。朋友，多謝你哋啊！哇，你哋咧寄好多信嚟俾我哋，咁啊多謝曬，咁啊希望咧你哋咧繼續咧多多支持我哋嘅節目噃。咁啊呢個朋友咧話要中意咧就聽方康方艷芬嘅唱腔。咁啊講起方艷芬咧，佢咧就係一位非常之優秀嘅演員啦。咁佢好多曲咧我都好中意唱嘅，譬如咧《紅蓮起》啊等等。咁咧佢嘅唱腔咧就係好幼細咧，好柔軟啊。咁而家方姐咧就係飾演呢個舞台咧，已經係好耐好耐啦。咁如果你想聽方康咧，不如咁咧，我哋一齊聽一下李敏華演唱《情動滲方橋》啊！Yeah.
睇阿湘讲戏，品戏曲人生。同埋啊，财叔嗰个女眷女约定，晚头黑响佢闺房当中就幽会，两个人细细声咁讲，谁不知俾一个和尚喺旁边化缘。嗱，咁我哋嘅食品咧，啲菜式咧有好多種名稱啦，嚇。嗱，好似咧就係我哋餸菜咁，咁佢又唔叫餸菜嘅。啊，譬如咧就燕菜咁，又叫係馬屎燕啦，又叫乜嘢辣燕菜啊，咁有好多種名嘅。咁咧田螺咧，原來仲有一個名嘅喎，叫做光光菜，咁奇怪嘅，我哋一齊聽一下。郭乐记，欢迎收睇今日睇戏讲古节目。上次讲古佬讲到呢、這个卖菜仔阿佳，同埋阿财叔嗰个女眷女约定，晚头黑响佢闺房当中就幽会，两个人细细声咁讲，谁不知俾一个和尚喺旁边化缘，听到咗一切。呢个和尚头先化完，经过望见阿娟，见到阿娟有几分姿色，竟已垂涎三尺。而家听见，哦，原来呢一对系情人嚟嘅，佢哋约定今晚见面。我何不唔敢敢敢敢敢呢？谂咗条计，好啦，咁呢日啊。和尚大早吃了晚饭，天都未曾黑，就伏定在后巷的树阿娟那个楼下，看见一入黑，果然啪一条长绳一抌抌落嚟。和尚见到咁，你还仲唔觉得米？借住夜色，沿住嗰条长绳一路咁爬，爬上咗呢个阁楼个树。阿娟因为恐防俾人睇到佢同阿佳幽会，一刻佢就马上熄晒灯，里头系黑咪咪嘅，静静咁坐喺床边就等阿佳到。听到有声啦，阿佳，阿佳，马上去到窗边就伸手扶阿佳上嚟，佢仲唔知呢个系和尚嚟，扶咗和尚上嚟，个一个嘅和尚日嗨嗨紧阿娟嘅身边。一阵少女的幽香扑鼻而嚟，真是众人欲醉。你一个色中恶鬼就色心大起，当下一揽就揽住阿娟。阿娟觉得唔似阿佳啊，点解今日嘅阿佳会咁猴擒嘅？系又唔好啦，轻轻推一推佢，点知一推一摸啊！摸到个和尚的光头，你是哪个？你是哪个？阿娟啊，避到远远。姑娘，小曾同姑娘有缘，想话同阿姑娘你。结个佛缘咁嘅啫，望姑娘你成全吓，乜走咗个和尚入嚟？阿娟话：
你唔好過嚟啊！你過嚟嘅話，我嗌嘅，我嗌嘅，冇緊要，冇緊要。和尚一個箭步上前，伸手就攬實阿娟。阿娟俾佢咁一攬，當下就要嗌。和尚驚佢嗌，伸出隻左手，仲一撳，捻实啊阿娟嘅喉咙，将佢揿响床上边。嗰只右手伸出嚟就要画阿娟嗰条裤。阿娟急想嗌，俾佢捻住嗌唔出，两只脚猛硬猛硬，一硬，嘣！啱好硬正呢个和尚嘅下音，个和尚一痛，一用力。唉，碎啦！捻得大力嗰头，捻到阿娟就断咗气。阿娟个人点两点，直不甩唔喐。和尚一见，哎唔喐，伸手控一控鼻，死咗人！弊啦弊啦弊啦，呢云出事啦！和尚不敢久留。马上沿住条绳落翻楼，一支箭咁飙走。和尚就嚟得早，阿佳就嚟得迟。当阿佳到嘅时候一睇，啱好撞正呢个和尚就走路，见到条人影一飙飙咗去。阿佳当时都觉得奇怪，不禁谂。可能夜晚嗰啲賊仔唔知去邊度偷嘢嚟嘅啫，佢就冇諗到係從阿娟嗰間房度走出嚟，去到阿娟樓下有繩喎，沿住繩爬上去，裏頭黑咪嘛，阿娟，阿娟，有繩冇人冇人應嘅，阿娟啊，阿娟。一路摸，摸到个台面，摸到火刀火石，发发发发发，点着台面嘅灯，一睇，吓！只见阿娟竟已倒卧响床中，七窍流红，阴功。阿娟，阿娟，吓死人啊！死人啊！阿佳都未曾见过死人噶嘛，一惊，忍唔住嗌出声嚟。楼下财叔一听，哎，做咩个女房中有咁嘅声嘅？哎，忍嚟忍嚟，马上嗌嚟个几个伙计，立定卡车上去睇睇。哦，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带住各人就上到自己女嘅房中，睇住着住灯，一撞门入去，砰！一睇，财叔眼都擎埋，只见个女竟已死咗喺床上边，阿佳好惊慌企喺隔篱，六神无主咁样。财叔一见，你做乜嘢？你个衰仔做乜喺度噶？啊！佢死咗，死了！你抵死啊！你捉住佢，两个家人上前，将呢个阿佳礼手就捉住。财叔睇睇个女死得惨，你个畜生，你做得好事！报官，报官！嗌个家人去衙门个树报。另外一家人就的阿佳就去公堂，冇几耐，袁官听见有人啊漏夜嚟击鼓鸣冤，一听听闻系人命官司，马上派仵作就去到财叔屋企嚟验尸，验过尸漏夜就提堂。命人
將呢個疑兇就押上。玄官一睇，係個後生仔。下邊嘅咩人？人係咪你殺噶？阿佳跪響公堂之上，心諗：如果阿娟唔係同我幽會，可能佢就唔使死。而家個人都死咗。如果個招實嚟講，話阿娟係同我幽會嘅，佢一個未嫁嘅女子，岂不是好醜？嗰個年代好重視呢啲咁嘅明星貞節嘅嘢，未嫁女子同異性私下幽會，呢啲嘢有損家聲。阿佳諗到，無謂佢死咗都要蒙羞啊！不如我將所有罪名攬上身，話我害佢，咁佢唔使俾人醜都好。阿娟就死咗，我哋生不能做夫妻，死都可以做对鬼夫妻啩。咁我死咗可以陪佢。谂到呢一说，阿佳就话：大老爷，我招，人系我杀嘅，因为咧我仰慕阿娟好耐，我今晚黑就爬醒入佢屋企，趁佢瞓咗就想话奸污佢，点不知佢反抗，我一下子落重手就杀咗佢。全官一听，我都冇细问，都冇动刑，佢全部认晒。啊，自己审过咁多人命官司，呢单都系最顺摊啦噃。但硬系觉得呢单案有乜嘢漏洞咁，有啲嘢未查得清，硬系觉得呢个阿佳唔系真正嘅杀人凶手。好，唔理咁多，先将佢啊关押响监牢嗰处，等将来查清再去审。咁因为呢一任嘅县官就即将系卸任。咁啊，將單案啊留低，俾下一任嚟到再去處置定案。佢就走咗啦。咁啊，後來就換嚟咗就係家下呢一個嘅鬧宋縣官。鬧宋縣官嚟到廣州水土不服，一病病咗一排事。病完之後，上一手嗰啲案件好多佢都唔記得去處理，就將阿雞單案抌下一日，抌下一日。足足蹲咗三年，阿佳就坐咗三年嘅监，县官都冇咗呢回事。阿谁不知咁啱，因为食光光菜呢个误会，错有错着，拉错个和尚翻嚟，本来谂住揾个台阶落，点知一审审佢，个和尚自己和盘托出，将当年嘅事情讲出嚟。原来呢个和尚就系当年嗰一个擒上阿娟房中杀阿娟嘅人，县官先醒起系噃，好似有单咁嘅嘢噶噃，嗌啲人查嗰啲案卷，真系揾出呢单嘢出嚟。睇过阿佳嘅供词，呢个人仲混响度嘅，先将阿佳就提堂。三年的监，阿佳受尽苦，皮夹大锁，蓬头垢面，整个人都落晒刑，一跪跪在公堂之上：大老爷，罪人胡佳，叩见大老爷。阿佳是吗？是。三年前那宗案究竟是怎回事啊？我之前已经讲过了，是这样的，又啊，重新复述一次。阿佳，既然人是你杀的，那本官来问你，当日
點解會有條繩喺度？嗰條繩你唔好同我講，條繩係你自己掛上去噶。你喺下邊點樣掛條繩上去啊？嚇？阿佳，我睇呢件事有莫大嘅冤情。而家我經已揾到兇手，你只要將實情講出，本官同你作主。阿佳聽到咁，冇辦法，唯有將實情一一講出。咁啊，總算明白啦。袁官知道，原來阿佳就為咗維護娟嘅聲譽，夾硬攬上身，於是落判決，阿佳就無罪釋放。和尚人間不遂殺人，處以凌遲處死。單案結束，大老爺就去揾著阿財叔，嗌財叔嚟到公堂。財叔教育阿財叔，呢單嘢一日就係你嫌貧愛富，阻止佢兩國，先會搞成咁嘅。你有好大嘅責任。而家本官問你，兩條路你揀。你認打定認罰？打啊點啊？打嘅話，先將你打30棍，然後坐翻3年監。打完仲要坐監，我重新做生意嘅。咁罰又點呢？罰啊？咁由本官另覓一名女子，認你做義父。然後嫁俾阿佳，咁你死咗個女就有翻個女，阿佳冇老婆就變咗有老婆。以後佢哋兩公婆就一齊供養你，到你100年。不過呢個上契嘅嗰啲錢要你出，阿佳同你嘅契女成親嗰啲錢。又要你嚟出，你要将阿佳当成系自己亲女婿一样嚟对待，得唔得？财叔一听有数位，我应承。于是乎叫嚟阿佳，阿佳佢亦肯，佢一跪跪地嚟，外父大人，言晒，咁两个人啊。原先有拗撬，而家就和好，大團圓結局。咁呢一段咧，就係關於廣州嘅田螺光光菜一段咁嘅傳說，話背後啊有單咁嘅兇殺案嘅喎。好啦，光光菜講喺呢一度，下期講古佬再講一講關於中秋嘅故事，下期再會，拜拜。睇阿湘講戲，品戲曲人生。因為阿林家好大片嘅，佢靚仔大隻仔嚟嘅，咁我就一眼高大咪兜佢，咁我就細佢一皮，咁但係我都要跟住練咗揾食，咁嗰年咧就43年㗎啦，未4年和平，咁啊到我學咗一個吸番仔一個車輪，咁就到未一接班好矮啊，我生得好矮，冇人請得嘅。個係得個吸番仔嘅，因為車輪唔OK。